哇，乜鬼嚟噶？我再睇多次啊，几贱啊！大家好 ，ST 度画 ST 咗，当你 ST 咩 ？DC 咋？黐线！唔可以 DC 度咩？讲啲俗话，讲俗话定系？哎，收皮啦，唔使你介绍啦。想乜牌啊？系啊。收皮啦，唔使你介紹港鐵中環。咁有兩樣選擇嘅，好似呢兩樣選擇嚟嘅，呢兩樣。即係呢個係呢個。如果你想嘅話，就係留講話想邊個拍先。咁喂，而家嗰啲人咧介紹港鐵中環咧，真係好渣，好渣，好渣。2016年先至開始，而且佢哋咧啲，好多人建議拍呢個，不過又啊，真係渣。咁。唔怕由你決定啦。如果你唔揀嘅話咧，就如果你唔決定嘅話，我寧願你介紹翻巴士啊。啊！呢架先得喎，因為呢架我就。好多人睇呢架啦，呢架啦，可能巴士，好多人中意睇巴士不過，知啊，即係揀揀唔揀啊？有記得留言噶咯。要介紹巴士啊，記得。冇有講啦。冇有講，你冇有講。最緊要就留言講話。使鬼你介紹港鐵中環咩？咁啊，拍呢個。我就拍呢個。使鬼你介紹港鐵中環啊！而家冇人拍2015年啊，淨係拍2016年啊，渣到啤。啊！收皮啦，篤你啊！啊咁，冇嘢講啦。咁呢條片到此為止，下次見，拜。拜。